刚刚都在台上演奏哈，现在到台下来为大家吹奏，也跟大家挥个手，我们有空的双手举起来，尖叫声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举起来，尖叫声！好，也跟阿伯问候一下喽，哈，身体健康。左边的朋友，希望呢能够找回我们以前年代曾经听过的，再重新呢把它编曲，让大家再来回忆一下。而且呢，在我们大自然的环境最美丽的渔人码头，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啊？喜欢哈。那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有能力的话，我一定会把这个音乐再扩大一点点啊，也让大家听歌啦，有更好的椅子啦，或是更像样的舞台，或是更好的音乐。